Welcome to Brave. Learn from Southeast Asia's best tech leaders. Build the future, learn from our past, and stay human in between. No BS on success. I'm Jeremy Au, venture capitalist, serial founder, Harvard MBA, science fiction nerd, and dad of two daughters. Every week, we debate startup news, interview change makers, answer listener questions, and share personal insights. Join our movement of over 40,000 members and get transcripts,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at www.bravesea.com. Stay well and stay brave. BNI Feng Shen BNI Ventures, To Guan Jeremy O Taolunla, 他们谈到了牙加打迫切的城市规划需求、因你外交政策的复杂性、普拉博沃·比苏比安托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对西方双中标准的立场，以及因你在不断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面临的多方面挑战和机遇。牙加大面临着众多城市挑战，该市的基础设施难以支持三千多万居民的生活，而历史性的规划决策和快速的人口增长又加剧了这种状况。 居住在雅加达的吉他深入分析了该市的关键需求，包括解决海平面上升、土地沉降、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卫生设施升级和教育需求等问题。吉他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经常出现沟通不畅和各自为政的情况，这阻碍了工作的进展。他指出，雅加达也是一个巨大的城市，这意味着它有巨大的问题。 政治话语中反复出现的指责游戏，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这往往会阻碍有意义的行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因你成立了新的亚加大城市群地区委员会，由即将上任的副总统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领导。他也是即将吃人的总统做客，维多多 ·Joko 维多多的儿子。 该理事会旨在协调六七百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各项工作，设计两位生长、思维市长和思维执政官。其目标是指定一项全面的总体规划，将格里一乡官方聚集在一起，有效地应对压加大的城市挑战。 杰利密谈到了这项人物的艰巨性，并将其比作解决一个复杂的模仿委员会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促进不同领导者和相关社区之间的合作，确保工作的一致性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城市规划所面临的挑战并非压加大都有，他们是更厌泛的全球问题的一部分。 杰里米将雅加大和旧金山湾区进行了比较，强调了即使使拥有大量财富和技术的发达地区，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他指出，尽管经济地位不同，但湾区分散的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问题与雅加大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 吉他和杰利米讨论了指定具有凝聚力的城市规划战略的必要性，这些战略可以有效解决大城市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杰利米指出，旧金山湾区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们还有二十年的时间，你们不应该感到难过，你不应该觉得这是一个新兴市场的问题。这一观点强调了城市规划的挑战是普遍存在的，并不局限于新兴市场。 雅加大和湾区都需要创新和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他们还谈到了印尼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现任国防部长即将商人的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的观点。普拉博沃最近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上发表专栏文章，批评西方在加沙和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他认为， 将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命看得不如乌克兰平民的生命重要，再到以上是站不住脚的。杀害巴勒斯坦平民怎么比杀害乌克兰平民更不值得谴责？普拉博沃指一道预计将吃人的总统做客。维多多相比，普拉博沃一关主张在两场冲突中停火，这表明他的外交政策立场更加公开和强硬。 这一立场是因你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其道的标准和独立性的更严泛努力的一部分。吉他指出，因你人口众多，经济增长显著，因此在全球舞台上有更大的发言权，特别是与其他东盟邻国相比。因你在两次冲突中都投票支持和平协议。杰里米和吉他讨论了普拉博我的立场对因你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影响。他们一直认为。 虽然普拉博我的立场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它符合因你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旨在保护国家利益。基他还指出，因你的国土面积和经济增长时期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普拉博我的立场反映出因你希望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不是受制于其他大国。 《接力密合集》，他研究了因你外交政策对其经济、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的形象的影响。即他说，总的来说，更多的是摇意识到外交政策及其对英你的影响。大多数因你人可能已经疲于应对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几乎影响一切。它会影响人们对你的看法以及国家的可信度。 它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影响与几乎所有事情和一切有关的政策。因此，既然普拉博，我看到因你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大部分增长都很稳定，那么他就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能在当前的轨迹上做些什么。解释，我们将看到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普通的印尼人都在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随后，话题转向对印尼科技行业的重大投资，特别是微软承诺投资17亿美元，用于加强印尼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能力。这项投资彰显了印尼成为全球科技市场重要参与者的潜力，同时也强调了保持具有相关性和竞争力的人才库的重要性。 接力密合集，他强调了人才外流的挑战。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尼人离开印尼到国外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LPPP 等政府奖学金项目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些项目有时会导致奖学金获得者永久留在国外。他们讨论了双中国际作为留住人才的解决方案的潜力。 允许英尼人在国外工作，同时保持与母国的联系，这种方法可以为英尼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在国外寻找机会的同时保持与英尼的联系，从而有助于减轻人才外流的负面影响。这与新加坡不允许双中国际的严格移民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解释说。 历史上对国家安全和忠诚的担忧决定了以你的公民身份政策。然而，他认为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有必要重新评估这些政策。他问道：“随着世界的变化，很多国家都必须向内看。我只是怀疑以前为我服务的政策，几十年后还会继续为我服务吗？”这一观点强调，因你有必要调整政策，以更好地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确保能够留着优秀的劳动力，他强调了继续教育和提高技能的重要性，以确保劳动力在瞬息磨变的技术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他问道：“因你拥有大量人才，但如何保持这些人才不断接受在培训、提高技能，并与当前需求保持一致？”微软的十七亿美元投资值在通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培训来应对这些挑战。 从而保持引你人才库的相关性和竞争力。杰利米指出，尽管像微软这样的重大投资至关重要，但必须复之以鼓励人才保留和发展的政策。关于双中国际的讨论反映出需要灵活的解决方案，以挂印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和更严泛的经济需求。 随着因你经济和政治的不断发展，这些讨论将在塑造国家未来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解厘米和吉他分享的见解强调了以前瞻性思维和合作方式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性。他们的谈话提醒我们积极变革的千里，以及为因你建设更美好未来而继续努力的必要性。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Brave.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hare the podcast with y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e would also appreciate you leaving a rating or review. Head over to www.bravesea.com for member content,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Stay well and stay brave.